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喝可乐？因为打排位好苦，生活总得有点甜。耀子龙，参见。我是谁？哎，告诉我！他这一贯穿之枪把我头皮给戳没了，我服了呀！老虎打的是脑壳，懂吗？这就要说到全新的打野了，俗称智慧型打野。还没开始就笑，等下让你笑不出来。来啦！很好，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可太难了吧！我作为一个老虎，被别人疯狂进，我怎么卡了呀？哎，等下让你笑不出来！哎呦，真的是！恶龙咆哮！兄弟们，看看我！啊呜！啊呜！有种再也不想打暴君的冲动，好吧？我整个人傻啊，小丑竟然是我，我们五杠一了，而那个一是我，我挺难受的。点塔点塔有点难吧，兄弟们，新赛季打得我有点点慌，打出了惊人的9%的输出。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